走在这危险的海风中，走进这山海之间的校园里，我曾无数次幻想他的模样，直到今天终于见到了他的真容，竟是如此美丽，不可言说，只需一眼就会深深地爱上他。每一次离开校园，都会无比的想念这里的一切，而每一次返回校园，都会发现学校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新的成长。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，我即将离开这座美好的象牙塔，开启通向社会的新征程。珍惜吧，接下来在大外的每一天。来到大外学习已经一年了，这里的景色让我陶醉，这里的文化令我痴迷，这里的同学热情友好，这里的老师无畏无止，我们用语言架起了一座相互了解、彼此对话的桥梁，我们用真诚凝结成一颗爱大外的心，能和大外相遇是我最大的幸运。这是我在大外的第八个年头，也是我从学生变成辅导员老师的第一年。每天面对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庞，仿佛看到了当初青春飞扬的自己，角色的转变让我褪去稚嫩，愈发感到肩头的责任重大。大外守护并见证了我的成长，我愿倾尽所能与他一起变得更加美好。斗转星移数十载，从更名到易帜，我见证了学校从曾经的艰辛探索到如今的意气风发，见证了大外人携手并肩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我们严谨治学的精神，记录着我们专制入仪的奉献。喜欢感受清晨阳光慢慢洒满校园的感觉，就像这座大学永远充满活力与朝气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，希望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学习在大外，你需要的是一份坚持和超乎常人的毅力。在这座校园里，最热门的地方一定是可以学习和阅读的地方。博学精思、学贯中西的学风是大外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。图书馆的馆藏多达180余万册，徜徉于书的海洋，抛却外界的一切喧嚣，静静地聆听花开花落的声音，细细地体悟人生的美好。你寻找的，你想要的，这里都会告诉你。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这30讲台，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更是我至高无上的荣幸。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，对学业不解之惑的探索，我深深感受到了一种满足，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与幸福。校园内从来不缺各种讲座活动，每年都有许多知名人士来大外访问演讲，不出校门就能见到各界大咖，让我们思想在交流中碰撞，灵感在学习中迸发。学校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项目，每年派出近1000名学生，只要你够努力够优秀，就可以像我一样来到异国他乡，感受不一样的文化，体会不一样的生活。
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应接不暇，只要你有心参与到其中，必定能找到展示自己的平台，得到锻炼自己的机会。在大外的一天无疑是忙碌的，但每个人都会被这座校园所感染，充满无限的活力与激情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更多可能性。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在新的角度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，不一样的大外。这里的每一寸光阴都充满着生机和希望。去年这个季节，看着学长学姐们离开，如今我也迎来了即将毕业的这一天，却恋恋不舍，想要重新开始。大外最美丽的是你，忘却不了的依然是你。大外，我多想拥抱你，是你告诉我青春是本合不上的书，是你教会我成长，教会我奋斗，教会我坚强。大外欢迎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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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外欢迎你。